奇怪的。走啊走啊走啊，走过去啊。走过去。右的呀。大陆上现在那个房子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，因为我们在阳光下有一种很好的一个健康检查。可是呢，九月份它也陈水扁，我们这个叫做内改期，听我现在国际有名的大，国际有名的杂志《时代》杂志也来访问我们陈市长，陈市长说，就是因为我有魄力扫荡色情，所以我今天可以，通常就是我的台北经验，就是可以让我做城市外交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绩效。可是我们在台湾的人知道，这富裕团体很知道，今天废料工厂是陈水扁打压过世。陈水扁说其他国家没有合法的商机，是吗？我们哦，上屁干屁气哦，以为压人的主观上作秀，哦，不卖我们。那今天我们要出去讲出我们的精神来。可是你不要只照中央嘛。我没有啊。你就站在这里。不是，那边人太多了。这些娼妓是被当作色情的、肮脏的、污秽的、不洁的，不能够被看到。站出来身上明显的表示，我们性工作者要尊严，性劳动是应该要合法的。这样的一个呼声，都来邀请我们，请我们千万要过去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现在一面在应对，在想着去探讨。
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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